最后要出手，要搏，进攻、坚持进攻、疯狂进攻，敢不敢撂挟，敢不敢千里绝杀，我各个方面都是完胜。就我觉得你这样，你跟他打还是第一还是以我为主，你单打你刚打过，对吧？你对他的球路，对吧？对这个场上气氛的视野，但还是对跟本人一点，还是跟单打的时候一样，放低心态去听他。 他是日本队的一号，你在年龄在中国队最小的，是不是？派你去不是去抓他，派你去还是用你去拼他啊？别赢了一次就人觉得怎么样了？那等人家挺不是，你还是去拼他。第二个，心理上还是自信，是不是？他的球操不出你的，操不出你的，对吗？球路上和打法上，咱都研究的很细了。 第三个，坚持以我的风格，不用把对手想得太复杂，是吧？他要有招，他早有招了；他要没招，他也没招。听明白了吗？哎，别说他了，你们上学都行，对不对？哎，所以不想得太复杂，顺其自然的打。就在东京，那就在北京，那就在这个奥运赛场，是吧？你们敢不敢亮剑？中国女乒决战东京。